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婷婷。这个月马上就要结束了，发视频呢也总是断断续续的，更新呢没有那么及时，因为现在怀孕，处在这个阶段呢，孕吐比较严重，也没有胃口，有时候总是吃不下去东西，还总是犯困，总是想睡觉，每天呢也只能熬点米汤。吃点清淡的，对味道呢也是特别的敏感。有时候吃不下去东西，肚子里空空的，还是想吐，只能吐点儿，胃酸水都吐出来了。刚开始怀孕，感觉喝水不是很少，但是还是上火。第一开始牙龈是肿的，牙龈刚消肿，然后嘴里边就长了溃疡，每天那个溃疡。越长越大，越长越大，然后里边溃疡还没好，嘴上又长疱疹了。这次呢，幸亏长在这个嘴唇上了，没长外边，要不然还得留点印儿。今天呢，上秤一称，瘦了好几斤，瘦了5斤多。所以说今天做点好吃的，改善一下。我们呢去找毛绒玩具了，我先把这个菜准备一下，一会儿把我姐还有我姐夫带俩孩子，一会儿让他们下来一块儿吃。今天呢炖点啤酒鸭，改善一下，长点肉。好代替阿姨做顿吃。对的，对的。等一下，那个进去之后喝水，一会儿他放的话，他那个包裹销毁了。哦，一点菠菜。包括那个蟹，有蟹。找他头。找个蟹。撑下了呗。撑下了。咱可好喝，哦，哥哥应该吃的那个。不是吧？那我买的不是。啊？不吃这个了。大爷了。不吃吧？看呢，你尝尝。在在，你婆婆吃奶奶，你先吧。啊。那个，你家好像坏了。给盐吃去了。对。对吧？这盐这么甜。是啊。盐是光吃那碎。没有这么用吗？谁说？没有。这样味儿都给。说话听你说。问哪？没有放了，慢了。爷爷说吃了吃了有点麻。可能对，可能有点麻，都不辣。有点麻，他应该是不辣。对，不辣。好吃吧？好吃吧？好吃了。来，放点一麻吃。一会儿吃啊。行，那就忍着。你别的吗？他本来就。不是你发。啊，好。
嗯，你呀，不是说很值得夜里哈。那不是一睡咋一睡的？不会，这样对的，翻过来，来翻出来，不对，我的小子，这样好像那个吃的稍微匀称点。嗯，我可以，你可以，吃的挺棒。来，我可以吃，妈妈。班长。